阿弥陀佛，各位尊贵的师父同修，下午吉祥。请问声音怎么样呢？我现在在办公区，比较嘈杂。现在看到屏幕上吗？应该能看到是吧？感恩尊贵的会长，感恩尊贵的所长，感恩各位尊贵的法师，各位尊贵的同修，感恩你们的陪伴，感恩你们的慈悲提醒，才有了我们每周五下午相聚于此的机缘。那么今天呢，向大家汇报的作业是认识疑凡。那么我把这篇小文章呢，命名为叫“极上狂惑的疑”，就说这个疑它有这种狂惑的特征。那没有智慧的时候，智慧不能显造功用的时候，这个疑心升起呢，就能够主导人的身与意业。跟着造业。那么这篇檄文呢，得益于光师父和祥师父的指导，才尝试着按照这样的既定格式来把它整理出来。那由于我看了其他的法师，他们都是用繁体来呈现文章的，所以说我今天呢也用这个转换成 PDF 格式的文档，跟大家一起学习。首先前言部分，我们只要细心的去观察我们这个世间每一天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物，如果还能细加的去审查，我们就会发现呢，处处都有五大烦恼的影子：贪嗔痴慢疑。而这个贪嗔慢疑啊，都是因为有这个痴跟在而显发出来的。那这个五大烦恼啊，它都能够致使众生身心不服。这个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感触，当烦恼现前的时候，我们身体是不舒服的，我们心里是不安定的。所以说世间人常说，包括我也常说，压力山大，说这个压力重重，那个就是烦恼产生的明显的效应。那这样一来呀，这个苦恼就会蔓延开了，因为人身心不宁的时候，就想着要造业了，那么带来的这种苦恼就会从一个点向外扩散，蔓延到其他处。那么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说一个家庭成员身心不宁，在这种压力下他苦恼万分，就可能引发家庭的这些个矛盾是非，导致整个家庭成员跟着烦恼。那如果问众生与此贪嗔痴慢疑哪一个最熟悉，或许就属这个疑烦恼。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发现了众生生存世间，举心动念无非是罪，
在经典上就是这样说的。而这个以烦恼，它极具这种狂惑力，它极擅长于狂惑这个身心主人。你我他都可能是这个以烦恼狂惑的对象，以至于每个人的家庭、邻里、学校、职场，他处处都能成为以烦恼发挥的舞台。那我也一样啊，常常为之所迷，以为他就是我自己聪明的想法，以为他有用。帮我拨开迷云，能帮我把眼前遮的迷雾给散开。我过去真的就这样认为，甚至迷惑的时候就这样认为的。如果说不是认为它有用，我想没有人会去搞它的。正是因为世人以为它有用，以为它能够对自己产生效益，以为对自己有利啊，所以说对他真正是个什么，对于他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却不能够去了解，不能够去详细的观察，以致对佛的真实教诲也不能引起重视，所以说搞得自己在世间都生活得很苦很累，就连佛法也都在十几个月里为之自惭自负，退步不前。那我也反思了，自从澳洲回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啊。那这大大小小的事情呢，我发现也就是说我动了疑心，我就是感觉啊，是不是我想法出了问题，那是不是把正法给理解偏了，讲偏了呢？还是说不能够发挥法的威力呢？就产生了这样的疑心。那这个疑心一动啊，它是连绵不断的，它就是一种种子，它有这种种子的效应啊，就是播下一个念头，一念，那这个一念就会产生万万千千的关联的念头，就引发身体语言的造作，那就会形成障碍。我们要知道烦恼它会产生种种的障碍，所以说又称烦恼障。那每一种烦恼它有对应的障碍，也有普遍的障碍。那么这个疑烦恼在我学习这方面，那就产生了一个学法的障碍，或者行持的障碍。那么在各个方面它都能够形成障碍的。你比如说动了疑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形成障碍。那么我亲身感受到了这种疑心不但能破坏彼此的善缘，更可以在本来缘分还不错的人与人之间竖起这种高墙，直接崩开这种聚合。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啊，对这个疑到底是什么，我们从来没有主动的去了解过，不知道它有危害。就算在学法的时候听说了疑有危害，那我们也没有去探究这个疑在我们身上它在哪里，它是怎么展现的。那么连对手
连敌人来害我们自己的这些个怨贼，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在哪里？那降伏烦恼、杀烦恼贼，又从何谈起？所以啊，就有必要来探究一下什么是疑。那第二部分呢，就是疑的定义。也就是说，要想摆脱类似于我所走过的这个十几个月的弯路，以及面对的窘境，那么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什么是疑心，它有没有危害，有哪些危害。接下来我就引用经典的这些个依据。第一个是《成唯识论》第六卷说到，云何为疑？疑出地理，犹豫为性。能仗不疑善品为业，为犹豫者善不生故。那么这里呢，这个疑啊，就告诉我们，它能让你犹豫，能让你怀疑，能让你无决定性，能障碍你这种信心，能障碍你不疑的善品，障碍你去造善业啊。那阿毗达摩集异门族论第十九卷就说到，云何疑集？什么叫疑集呢？答，就说于地犹豫，地就是真谛啊，四谛啊，真理啊，正法，你犹豫不决啊，你不能确认呢，这个就是结识。什么结识？疑结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理趣分序赞第三卷说道，所言结者即是九结。前面就是讲的这个疑，这个结识，那疑结识就在这个九结当中。那哪九结识呢？爱、贪爱呀、慧、嗔慧呀、慢、无明、见取、疑、嫉妒、悭贪，这个九劫。那劫就是劫富啊，能和合苦难可解故，名之为劫。怎么理解啊？就是这些个东西就是绳索，它能捆你，把你捆的陷落在苦海当中。当然，这个绳索不是不可以解的，你可以以佛陀教法来解，你可以以这些个法的智慧来解。三藏法术第七卷就说到，疑结为眉心背离。什么叫疑烦恼呢？疑结是呢，就是说你对这个妙明真心你迷了。那迷心背离，你与这个妙明真心相背了，去追逐幻妄的一切，那么就与正法犹豫不决了，你就不能确认了，不能确认就不能够深信，是名疑结。那么这个疑，它就能够障碍你的正信，障碍你的身心。那么三藏法术第十七卷又说到，疑结，这个疑者迷心乖离，跟迷心背离是一样的，狐疑不绝。狐就像狐狸一样，它很谨慎的，但是他这种谨慎，他这种怀疑，就导致
它能够错过许许多多的时机。那人也是一样，一旦狐疑不决，就会错过了许多的时机。那为众欲界众生由此疑惑迷真逐妄被觉何成？这个和前面对照起来，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迷心乖离，什么叫迷心背离。由于你对正法犹豫不决，你搞怀疑，那由此就会迷真逐妄，你就搞颠倒了。本来向前，你后退了，那就会背觉合成。本来是要走上解脱的彼岸，结果自己又倒过头来陷进了这种苦缚之中。由此疑惑系缚，三界无有出息。那这个怀疑很可怕，如果说被他系缚住，不能够得解，那么在三界里漂浮不定，那是没有初期的，没有一个时日的。所以说，它叫做结，是疑结。三藏法术第27卷又说到，疑结为诸众生于佛法增宝妄生疑惑。那前面呢是讲欲界众生他出入正法的时候怎么样，那现在呢是在讲那接触了佛法僧这些个众生在佛法僧三宝头上他怎么样随意造作的呢，就是对三宝妄生疑惑。那疑惑呢又叫做不正知啊，它就是一个不正知啊。那你对三宝妄生疑惑的时候，那身与意业造作的就是虚妄的倒霉业了。那你还想修个正行吗？修不起来。那你是广行不善，因为在三宝头上造业，我们知道的那是可怕的大业。那广造大的不善，广造大的恶业，由此遂招来未来的生死之苦。流转三界不能出离，是名疑结。那三藏法术第20卷说，疑烦恼。什么叫疑烦恼呢？就是犹豫不决，就是疑。具体的解释就是因前无明不了，极起疑惑。就说对于前进所展现的这一切，被无明覆盖啊，处在愚痴的陷阱当中啊，不能明了怎么一回事，不知道这个人事物为什么这样展现，那就会起疑惑。这个疑惑它就能乱了，乱了什么呢？乱了你对于这个真心的觉慧，那你就会乱判断了，或是或非，或善或恶，就会搞颠倒。那搞颠倒就会造业，那由此是是非非、善善恶恶都搞出来了，那辗转纠缠。处处打结，这个疙瘩绳索都打上了，那么就会出生烦恼，就会辗转的流浪苦海当中。所以说这个什么叫疑烦恼呢，就是因疑
啊，烦恼。因为无明愚痴，不了前进的关系，啊，乱造业，所以说自己给自己满身涂上那个胶水，处处沾，啊，处处去找绳索往自己身上去打，那这个就是疑烦恼。三藏法术第23卷又说道。疑随眠，疑者犹豫不决也。为子疑惑种子，潜伏藏实。随父不舍，能生三界粗重疑惑，故名疑随眠。这边，重点说什么呢？说你这个疑惑的念头一起啊，它就是一个种子，它就藏在你的80田中啊，它就。都会问你了，你如果没有办法把它破除掉、舍掉，它就会让你渐渐的辗转，这个种子就会渐渐的辗转，增大增多，最后引发更出众的疑惑。那我们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一开始就是一个念头飘过，我们以为不爱吃，但是那个。念头就是一个疑惑的种子，飘过了以后，藏在80田当中，它在不断的滋养壮大，不断的繁殖，就有一点像新冠病毒一样，这个东西很可怕。一个病毒一旦在身上繁衍，它能够破坏整个免疫系统。同样的，这个疑烦恼就像这个新冠病毒一样，你只要有一个。病毒的种子在80天中潜藏，那么它就能够不断的自我繁殖壮大，最后引发你更出众的疑惑，最后啊，让你生在这个三界当中轮转受苦，不得出离。那么综上所述啊。什么是疑呢？就是于正法理，你不能决定明了。大家说好难啊，这个正法理不能决定明了。你比如说，这个《楞严经》，《楞严经》就是指引我们去觉悟这个正法理的，这是让我们哦。能够去明了正法理的一个标月纸。那么如果说对于正法理不能决定明了，那必然会习惯性的佩戴无明之戒。就算我们也学过楞严经了，甚至我知道有的同学学了好多遍了，但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平时作用出来、发挥出来的，你佩戴的到底是什么之见呢？我自己24个小时，我自己也尝试过了，把我的这个强行的作用在自己身上，我可能也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在法的状态，最多最多2-3个小时吧。而且这2-3个小时要非常的用力。那我想一想，就算我们最好的状态3个小时以外，那还有21个小时，那都是习惯性的佩戴无明之戒。那这个无明之戒呢，非常典型，就是一种迷真逐妄的状态，在这种之戒下一定是迷真逐妄的，一定是与你
妙别相背的，你就愿意去趋向老成呢？症状严重发烦恼病的时候，对于佛法珍宝都能够忘起忘生这种疑惑。那如果说对佛法僧，对于三宝都能够这样，那你要知道，那必然会障碍你的正信的，必然障碍你的身性啊。必然障碍你共进佛法所引发的这些善法的，必然导致你本来能修正行的修不了正行了，你会反过头来去造作种种的妄业，妄造诸苦，无生烦恼，那必然为三界所系，不能处理呀。所以在诸多经典中，又常誉为疑结、疑网、犹豫、疑惑、怀疑、疑烦恼、疑随眠。大家看一看这个疑，它有好多个名字。不管它有多少个名字，它有多少个化名，它，都是。让我们迷昏逐妄的罪魁祸首，因为有他在，那么人必然是与非法、与恶法、与不善法相应的，所以说。我干脆就说了，这个疑，它就是非法，它就是恶法，它就是不善法。好，这个呢，疑的定义是我尝试借助经典来归纳出来，什么是疑？那你一个过患有哪些呢？当我们对正法理不能明了的时候，就会有疑惑产生。那这个疑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对于地理不理解，那这个疑惑。我们在经典当中常常的会看到好多的佛弟子会带着疑惑去请教佛陀，这个他们是处在这种学习的状态，产生的疑惑，佛陀都会解答、开示、引导，这种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第二种，就是。佩戴无名之剑以后啊，他不断的，他不是去搞清楚，而是以自己的错误颠倒的理解去造作恶业，这才是可怕的。那你有哪些过患？在世间人这里。都知道这个疑心啊，就是一种病，叫疑心病。我也去查了，哦，疑心病啊，它有一个名词叫多疑症。那世间人常说疑心是一种病，这个与佛法的知见它是不谋而合的，而且是经。它还有许多关于疑心引发身心病变的细节研究，我查到了好多，很有意思。那更有助于我们呢去了解这种疑烦恼的危害。那根据百度百科的资料，他说啊，多疑是指神经过敏、疑神疑鬼的消极状态，
消极心态。具有多疑心态的人，往往带着固有的成见。大家看看啊，这个多疑心态的人，他是先入为主的，他有固有的成见，那这就是疑烦恼的范围了。我认为啊，我刚才所说的第一种，就是说想带着搞明白的心，带着疑问去问佛，这种疑惑不算疑烦恼。真正的疑烦恼，就是这里所说的，往往带有先入为主的这种执念，通过想象把生活中发生的无关事件去混合在一起。那其实这个用佛法来说，就是容通妄想。那多疑心态的人为什么带着固有的成见去融通呢？这个就是佛法当中提到了，前面就提到了，说这个疑心它就是像种子一样，它前身藏在你的80天中，它怎么样去滋生壮大的呢？它就是透过这种融通妄想，不断的去整合，整合资源。那么我们一不小心还以为我们自己在透过观察发现了什么秘密呢？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你的疑烦恼躲在80天当中，在将你的见闻觉知的这些个影像在融通，或者是无中生有的制造出某些事件，来证明自己的成见，证明自己的执着的知见。他肯定是认为自己对的，于是就把别人无意的行为表现误解为对自己怀有敌意，没有足够根据就怀疑别人对自己进行欺骗呢、伤害呀、暗算呢、耍弄阴谋诡计呀，甚至把别人的善意曲解为恶意，以致与人隔阂，在人际交往中自铸鸿沟，严重时还有可能反目成仇。多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内因多疑，一种是外因多疑。那内因多疑呢，就是有的人常犯多疑病，一旦怀疑某人对自己不好，某件事对自己不利，便耿耿于怀，闷闷不乐，情绪立即反常，半天都不能排解，严重些的，好几天都心情郁结，脸上愁云密布，这就是内因多疑。精神病学家呢，曾对这种人做过心理测定，发现他们在犯多疑病的日子里，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内分泌出现某种混乱，大脑电波有某种异味，他们多数人会患上程度不同的神经衰落症、血管硬化症、高血压症，少数人会发展成为精神病。那外因多疑，外因多疑的人怀疑后很快对外界做出反应，特点是针锋相对。如果认为别人讽刺了他，这样坦诚相及；如果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便要以冷淡回答。严重的，如果觉得自己性命受到威胁，还要杀人以自卫，因怀疑而打人
骂人甚至杀人，便构成了犯法犯罪，就成了社会祸患。由此可知啊，这个外因多疑的危害更大。好，那这一段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那我很老实的，我想告诉大家，那我在学习佛法之前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像这种内因多疑的状态。那疑心病很重的，确确实实，我有一定的这种神经衰落。现在才知道这种神经衰落是什么，就是搞这种内因多疑，搞多了，处处去怀疑啊，把看到的、听到的，甚至自己想到的，哎，在脑海里一融通，再加上自己本来对于某些事、某些人带有固定的成见，那就为这个疑烦恼发挥展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养分与舞台。那学佛法以后呢，那个时候自己犯多疑的时候很苦恼啊，那经常的求观世音菩萨赐予我无畏，结果啊，这样好呢，疑烦恼又没有去对治，当时又不懂得什么是疑烦恼，这种疑烦恼搞多了，搞成习惯了以后，对于外界啊，再加上菩萨的这种加持，确实，哎，不再那么怯懦了，胆子也大了，可能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这么多年过去了，让我害怕的事情少了。所以说，继续搞疑的时候，对外界反应很快速，甚至就是针锋相对。那么殊不知，现在的状态属于第二种外因多疑。世间的人，人家搞的研究，就把我这部疑烦恼的相貌就画得这么清楚。那大家呢？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呢？这个是太可怕了。正因为我这种烦恼深重，所以说就招感了我接触的某些师兄弟也好，某些同事也好，就能够展现出让我感知很清晰的这种疑烦恼状态。是啊，就导致这种排斥。那印证老师说，经常的买来什么东西就怀疑质量，结果真就得不到他的好。比如说或许啊，有他的好，由于我们有这种成见和先入为主啊，就导致了，有这个好在我们都看不到，感受不到。那世间人就把这种多疑的烦恼相貌归纳为这种疑心病。后来我就想到了，善知识曾经说啊，你们搞多了会搞成神经病的，我们就比世间人的那个神经病、精神病、轻那么一点。现在一看的吓的，你说好多人呢都有这个疑烦恼的，这个疑烦恼搞多了以后，少数人真的会发展为精神病的。难怪善知识说，说
又比真正的世间的这个精神病轻一点，并的忏悔自己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些个烦恼恶业，愿我及众生的这个无量无边的烦恼恶业速得清净，永得清净，永不复造。有这些个东西在，太可怕了！一念就是一个种子，最后展现为出众烦恼。那我们有多少个一念头飘过呢？在佛经当中怎么说的呢？在《大波涅槃经》第21卷就说到：“心若有疑，来看看，我们心里如果有这个一念的种子在。”就会所见不正，你见到的就是颠倒的，你不可能真正的见到真相所在。那一切凡夫若不得闻是大涅槃微妙经典，那所见邪取。乃至声闻辟之活人所见异取，这边就说什么呢？说我们心里只要有这个一念的种子，你就见不到一切的真相。那一切的真相是什么？就是这个妙明真心啊，能够展现一切。但是他所展现的一切呢，又并非是实有。所以说，我们很有必要去透过佛陀的这个标月指，见到月亮，真正的去体悟、明悟。如果不能够明悟，那一定会。迷真逐妄，一定会背觉合神的。那到时候就麻烦了，你见到的，都搞偏了，都搞扭曲了。所以说，这里跟《楞严经》上所讲的，如砂石煮饭呢，你不可能煮成饭的，你煮一夜结。亿万劫又怎么样呢？所以说，我就想啊，有必要再一次的去细细的去学习《楞严经》，那么把这个世间的描述跟佛经所说的要点结合起来看，我们就知道了一经落起。则六根感知到的一切都会扭曲变味的，都会偏离原貌的。那么我们知道，本来我们感知到的一切都是寻夜发现，就如同戴上了各种颜色的眼镜。要透过夜的这个眼镜去感知一切的。现在我们戴着这个眼镜，外面又加了一层什么呢？哦，已经就是一个叫什么呢？我们把它理解为又是一层镜片啊，只不过这个镜片它有各种颜色。更是扭曲了各种光线，那么我们就感知到的不是你的业的境界了，是你寻业发现的一个扭曲境界。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我们小时候很调皮啊。比如说电视机，那时候电视机信号，透过那个天线的信号来看的，
我小时候就玩耍过，拿那个磁铁，那电视机上本来放的画面，那就是我们透过液来展现的这个画面，发现的画面。结果我喜欢拿强磁铁靠近那边走一圈，就会发现磁铁所到之处，那个图像怎么都扭曲了。那这个仪星就相当于那种强磁铁。你本来还能看到、感知到这个巡夜发现的幻象呢，结果仪星一起啊，连那种简单的幻象你都看不到，那根本就不可能见到所谓的真相啊！就是因为这个仪星的作用，你所见到的都是扭曲后的偏见、邪举见。所以说，许多人呢会徒增莫名的压力。身心疲惫，愁忧不安。那在这种情况下，疑心还会牵引我们进一步的去寻思、观察、怀疑、推敲、分析、融通、确认。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只能够错上加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造下语的恶业、身的恶业、意的恶业。由此，世间种种的对立、矛盾、冲突，就这样被这个疑烦恼制造出来了。大家信不信呢？我们可以到下个星期。那有一个星期，我们自身看看，我们有没有搞这种怀疑，或者如果说自己不搞，看看身边人有没有搞，看他是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有这个烦恼的业种藏在80天中，所以啊，他时不时的就会寻寻觅觅，因为他。有这个仪风的作用，它本来感知的就是扭曲的一切。那它会进一步的去确认呢？怎么确认呢？就是继续的寻思，继续的观察，继续的去融通、怀疑、推敲、分析。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我是过来人，我发现。我仔细观察了，我怎么样搞这个疑烦恼，所以说，我才够知道他怎么一步步达到祸害败坏我的目的。那最后会导致自己被孤立了，因为什么呢？你对谁搞这样的疑烦恼？那谁受得了呢？那谁就你对你好一点，敬而远之；差一点，就很恶心了。那我们再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也这样搞，我们能受得了吗？那由此我们就知道，我们这样搞。别人是怎么样感受的？只能让他们无可奈何的去逃离呀、那你比如说，夫妻之间，妻子怀疑老公出轨了，那怎么办呢？哎，他一旦动了这个疑心，那这个疑心。会折磨他，多给他去融通，最后他就被动的去观察、去寻思，结果又被他寻思出来、观察出来丈夫的点点滴滴不正常的行为。其实，即使丈夫的正常行为，在他眼里也会变得不正常，因为扭曲了。那在他眼中的不正常。进一步的去融通、推敲、分析，
甚至他还要去确认语言上的试探，语言上的挤兑攻击，那身体上的谁烦恼造作出来，那结果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让一个正常的丈夫受不了，结果真的出轨。那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就看到很多，那生活当中呢，或许有人就见到过。所以说啊，我想啊，如果说我们对身边的人也这样去搞，那结果只有一个，就搞来搞去啊，让身边的人，哪怕是自己的老公，哪怕是自己的妻子，哪怕是自己忠心的属下，都可能怎么样啊？逃之夭夭，避之不及，是不是这样的呢？那由此可见呢，疑心它就是祸害，它就是专门来败坏我们自己的祸害。如果放纵，如果随着这个疑心跑，它只能给自己、给他人带来痛苦，甚至引发身心种种疾患和病苦。前面世间人的研究已经发现了，这种疑心能让你血管壁增厚啊，能导致你心血管疾病的爆发，能导致你血压升高，能导致你神经衰弱。像我就明显的啊，有这种神经衰弱，就很容易疲惫。那就是因为这种疑心导致的。那这个还是自己身心的变化呢，还可以忍受。那破坏了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带来了自己被孤立，那这种苦又是要长时间的自己来忍受。所以说，上帝就曾经说到了，说不能随烦恼搞啊，搞来搞去，最后一定是孤家寡人的。那如果说再看长远一点，若观未来，随这个烦恼造业，这种疑烦恼一定会将我们送到这个业轮上，让我们随业流转于生死苦恼大海。大家，我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去医院看病，还比医生厉害，怀疑医生的水平。结果碰到好医生，由于我们动了疑心，那必然是扭曲的不正见了。结果好医生，他好的指导，正确的方子，最后在我们眼里一文不值，就甚至还导致怎么样呢？医家慢，还是指导医生开药。同上，怀疑顾问还能得好吗？不会吧？对啊。与您同忏悔，愿得清净。甚至不仅仅是在善知识头上啊，那同修头上我们有没有怀疑过？那父母头上、家人头上，太多太多。信号干扰。是啊，这个疑心就是强信号啊，它就会产生干扰的。哦，我又想起来这个信号干扰，那个信号干扰就是连原来的这些个声音好一点，断断续续还能拼凑一点信息，再严重一点，嘶嘶，那个嘶嘶的杂音你是听不到任何信息的。那疑心也是一样的。
深深忏悔，对三宝、善知识以及师兄们生疑的恶业因、恶业习、恶业果，是啊，与您同忏悔，因为确确实实，这种疑心有一个种子深埋在八十田中，就这么可怕。你更何况，我们起了好多的疑念，好多个疑念的种子在心里头，如果不把它的根挖掉，他就是自我繁衍的毒蛇，你说多可怕？时时刻刻，在盯着我们，他必然障碍我们的正信。善为这个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你说障碍我们信，就障碍我们产生功德了，你不会再去行持善法了，因为你没有信了，这就是疑的可怕，就会导致善缘渐去，恶缘来。是啊，都受不了了，又要用人，又要疑人。是啊，所以说，世间人常说嘛，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本来是一个能人，你发现了，结果你对他产生了怀疑，他会感受到的。那只能要么人跑，要么你跑。哦，光师傅说，忏悔种种的疑烦恼、无明于师，常常戴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还自以为是的去看佛法僧、上师乃至世间的一切人事物，自我编织扭曲错乱的魔轮，自害害他。与您同忏悔，因疑让善缘渐去，恶缘来。是啊，那我在此呢，也正好借着王老师在场，也向王老师忏悔，也向静师傅忏悔，也向光师傅忏悔。确实对您这三位呢，我曾经动过这个疑的念头。那这个效应让我这种障碍徒生。那在此呢，借助于这样的机会，在上师三宝的加持之下，发露忏悔，愿皆清净，永不复造。这个是太可怕了，同修善友之间也会很容易产生呢，甚至连世间人说，女人之间啊，闺蜜是很好的吧，伙伴吧，但是他们之间也都可能因疑而败坏这种好的缘分。清灯师兄说因疑也是忏悔。好，应胜老师说女人怀疑男人出轨，本来起初是捕风捉影，本来起初他只是动了一个疑心的念头，但是他是一粒种子，后来捕风捉影，最后怎么样呢？是透过捕风捉影的扭曲剑越造越大，搞出事实。无量劫就是自以为是，所以说《地藏十轮经》上就说了，众生都怀有聪明慢盲，识字于师却认为自己聪明。那借助佛陀的呵斥呢，也带一切众生深深忏悔，我及众生无始以来这种聪明慢自以为是的恶业，愿这种愚痴恶业速结清净，不复再造。那我们就是这样搞的，怀疑善知识，不听话，只搞自己的一套，结果栽了，搞得现在还这么倒霉，不得好。是啊，如果说我们早听话的话，
说不定我们当中就已经有正德果位的人了，因为善知识曾经说过，最快的进入修行状态3年了，那最慢的30年了。而善知识，我当时一开始听法的时候，2005年初，年初，你想想到现在已经16年过去了。与王老师同忏悔啊，在一切众生同忏悔。无始以来，愚痴无智，邪见颠倒，坚决信妄想，依妄想而住，与他一伙，自害害他，怀疑老师，怀疑同学，甚至呢什么都怀疑，乃至于佛教诲也是半信半疑，不能一心跟佛走。有时刚刚发心跟佛走，妄想来了，就会及时的妄想就会及时的出现。于是呢，马上就抛弃了佛，又跟着妄想跑了。誓愿一切众生等真如都能够不假思索的坚信、深信善知识及诸佛，坚决不信妄想，坚决跟着佛走，不跟妄想走。惭愧忏悔，自己经常的以貌取人，狗眼看人低。他还能吐出象牙来吗？哎，其实这个，怎么说呢？首先就有一个慢呢，慢跟疑相结合，就会这样的去看人，这样的去怀疑啊。那这个在佛经当中曾经说过，这个叫疑慢之心。大家在忏悔，在发愿，祈求上师本师十方诸佛慈悲摄受加持，愿大家的忏悔究竟清净，所有大愿速能圆满无障碍的成就。非常的惭愧，王老师，是我自己没有做好，是我自己没有做好，因为这是也是我的业力感召嘛，由于自己有这个疑心的种子埋下，再加上自己感受到的信息以及别人的这些个语言，都会影响自己的判断，最后产生这种不正知，虽然。语言行为上，哎，没有过大的造作，但是确确实实已经障碍了我的学习和进步。所以说我今天当众发露忏悔，祈求您慈悲，包容，接受我的忏悔。好，感恩您的包容。感恩郑师傅，啊，应胜老师说，想起以前有入佛制的跑了，顾问就说起过两大原因：一疑，二不知恩。是，那深深至诚惭愧忏悔，亦代其发露忏悔，愿忏悔究竟清净，再不复造。愿永远借助他人来永恒提醒自己，一定不能犯。对顾问三宝，永远不怀疑，不忘恩负义。是，王老师说，悲切时空处，深深惭愧忏悔，以待同业众生深深忏悔。无始以来，无明愚痴邪见颠倒，常为诸佛圣教，常为师所教，往往是随。情时意想去揣度善知识，不能做到师傅怎么说就怎么信，师傅让干什么就老老实实去干什么。这个与您同忏悔，感恩您的带动，这个就让我想起来善知识曾经让我去学习，我当时就说要学习英语嘛，善知识就说了，
你学什么英语啊？你就去学那个英语地藏经，说把英语地藏经，能背得滚瓜烂熟，能随便的运用，那英语就能运用了。那这个当时我也没有在意，后来学那个地藏经英文版的时候，就前面好像两三帧吧，两三帧跳一句话，就前面三帧的画面，我学了2天都没有背上，就感觉到那个句子好长啊，那个单词也好长，搞不了，就没有搞下去。就是如同王老师提醒的，就是为善知识所教啊，违背善知识所教，随着自己情实意想，也不能够去坚持。师傅怎么说就没有怎么信怎么做。誓愿一切众生呢，等真如的都能够不违背诸佛圣教，信实所说，顺时教诲，无有疑悔。感恩光师傅的赐福，感恩您，愿速得清净，善业早日圆满。愿我们陆国志呢，所有的同修善友，尽未来际都能够六合无争，相互提携，包容自在。非常的惭愧，主要的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大家的善业感召，善知识、三宝的这种加持，感恩大家的带动。是啊，如果说英籍一跑，那就可怕了。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大家在发愿，祈求三宝加持啊，愿我们的忏悔究竟清净，我们的大愿都能够圆满的成就，愿我们早日能够时刻配备真如灼见，对一切的人事物呢。能够做到不迷不惑，快速的将我们的这些个烦恼拿下，真正的烦恼现起，我们都能够像探照灯一样照亮它，早日得常光现前。我们今天啊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包容陪伴，感恩尊贵的会长、尊贵的所长、尊贵的王老师以及诸位法师同修的包容提携。好，我先放慢，谢谢大家。